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范略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，增进两岸同胞互助，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。